我给你16个小时时间冷静，明天下午，啊，不对，是今天下午，咱们民政局见。好吧，那我要睡觉。你睡什么觉？不行，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干嘛？你先跑出来跟前男友，后冒出小浪狗，你问我要干嘛？杨真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我真懒得跟你说话。现在连辩解都不想辩解了是吧？想冷静处理是吧？好，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啊！我不跟你离婚，我等什么？等羊头长草啊！就是在家闲出病来了，典型的被害妄想症。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？等你看完这个，还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，杨曼曼都拍下来了，你自己看看吧你。还笑，这叫有图有真相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信吗？就这照片放在马路上，你随便给人问问，谁不信呢？隐情呢？前因后果呢？你对我的信任呢？信任是需要基础的，可是你欺骗过我。我欺骗你什么了？你跟姐姐在一起多长时间？3年，不是3个月。你们每天上下班一起，车里坐的只有你们两个。你要是问心有愧，你为什么不敢跟我坦白呢？不然呢？不然你就是想玩火，你就是享受暧昧，你享受拖着，你脏心烂肺，你。你解释啊！又收拾东西是吧？哎，我帮你啊！有能耐你解释啊！别收拾东西啊！手机别忘了，别到时候联系不上你。理亏了吧？辞职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沈明宝，自从你当了沈总以后，你整个人就膨胀了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个家就撑不上了。你是不是没想到啊？闹到离婚的地步，没想到吧？还有，我离了婚，我大不了一个人过；你离了婚，找个比我好的，不可能。哎呦，钥匙都不拿了，啊？这是跟谁示威呢？杨正，阮清的拳头重，挨了打容易轻微脑震荡，所以我现在原谅你语无伦次、胡说八道。这时间冷静，明天下午，啊，不对，是今天下午，咱们民政局见，好聚好散。不用冷静，直接民政局见。户口本呢？拿出来。户口本我锁起来了。好事拿，坏事我不拿。人家夫妻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你们俩倒好，一吵架就要去民政局，中间过程呢？啊，大妈。我嫂子都出轨了，我哥哥难道不离婚难道忍着？你闭嘴，杨曼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轨了？我两只眼睛我都看到了，你自己扑上去，你那么主动的，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哥哥，你看他当然要打我。妈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小妖精，这个家迟早被你拆散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绝对不会收留你的。哎，搞清楚，这是我家，他就再不是个东西，那是我妹妹，我收留她是应该的。哎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反正要走就是你走。妈，您保重，别被小妖精气坏了身体。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走！你不用拦着他，让他走！你爸，你让他走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离婚。